Hello， 大家好。好啦，咁我哋今晚嘅聚会咧就即将开始啦。首先开始之先咧，我代表教会主爱堂，好欢迎咁多位嚟到我哋教会当中参加我哋今晚嘅《岁月流星福音怀旧金曲报道会》啊。嗱，今晚咧就我哋好庆幸有 BC 赞主歌咏团喺我哋当中咧预备咗好多金曲送俾大家嘅。咁啊，头先你都讲过啦，记住咯，出边嘅停车场咧系八点后先至免费噶吓。咁咧，同埋咧，我哋今晚嘅聚會結束咗之後咧，我哋樓下咧喺副堂嗰度咧，主愛堂係預備咗一啲茶點俾大家享用嘅喎。咁啊，完咗咧，繼續落樓下一齊享用咯喎。咁我哋開始之前咧，做一個好簡短嘅祈禱，我哋一同低頭祈禱。親愛天父啊，好感謝主你帶到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同埋一班嘅會眾嚟到我哋教會當中有今晚嘅聚會。求主都帶領我哋今晚嘅聚會嘅運行啦，亦都特別為到BC 讚主歌咏團裏面嘅所有成員交上。求主你賜力量俾佢哋，可以令到佢哋可以一一完成佢哋預備咗俾我哋嘅所有金曲，亦都特別為到黎牧師交上。求主你俾智慧佢，亦都利用佢嘅口去説出一啲我哋應該想你我哋聽到嘅説話。亦都為到我哋在座當中嘅所有嘅會眾交上啦，求主你都開我哋嘅眼，開我哋嘅耳朵，打開我哋嘅心窗，叫我哋真係可以望得到主你，聽得到主你，同埋感受到主你嘅同在。亦都為到喺路途嚟緊嘅會眾交上啦，求主你都賜佢哋有平安嘅腳步嚟到我哋教會當中一同嘅有呢個聚會。最後我都將想今晚嘅聚會從開始到末了都交上，求主你預立帶領看管。感謝主，你垂聽我禱告，以上禱告乃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嗱，咁我都見到喺在座咧，好似有啲係第一次嚟我哋嘅教會嘅，係咪？咁咧都用我用少少嘅時間去介紹下我哋今晚嘅教會啦。咁我哋嘅教會咧，我哋喺每逢禮拜日咧，喺朝頭早嘅九點半咧，都有一個粵語嘅崇拜嘅。咁而喺下午兩點鐘有我哋第二堂嘅粵語崇拜。咁除咗粵語崇拜咧，我哋仲有呢個國語啦，同埋英語崇拜，分別喺十一點三度舉行嘅。咁如果在有小朋友嘅話咧，我哋亦都有 Awana Club 啦，同埋一個兒童崇拜，都係喺禮拜日朝頭早嘅噃。咁除咗禮拜日有崇拜之外咧，喺一個禮拜嘅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團契啊，同埋一啲小組嘅舉行喎，分別用有粵語、英語、國語嘅舉行啦。而呢啲咁嘅聚會咧，都有唔同嘅階級嘅人士去參加嘅，所以咧應該梗有一個咧好適合你哋，咁我亦都歡迎你哋大家一齊參加。咁頭先都講到啦，我哋今日好慶幸有 BC 贊助歌咏團喺我哋當中啦。咁啊少少介紹啦，佢哋咧我知道佢哋喺2015年咧就鑑於佢見到有好多嘅新移民咧就移居嚟我哋呢個加拿大啊，咁咧佢哋就諗到咧就用一系列好經典嘅國語嘅金曲咧，加上嘅少少嘅福音嘅歌詞裏咧，就用呢啲歌去傳福音俾佢哋聽嘅。咁呢個亦都係佢哋嘅組團嘅目的啦，就係嚟希望用嘅詩歌去將主基督嗰個救恩去傳俾呢啲未信主嘅朋友，亦都藉此去讚揚主耶穌基督。嗱，我見到大家都好想急不及待想聽歌啦，係咪？咁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 BC 贊主歌咏團。
至灭亡，反得永生。常常喜乐要感恩，主耶稣他的慈爱是给每一个人，再把福音传给深爱世上人，你们要接受福音，今天真係嚟到呢度可以同大家見面喎，疫情咗咁耐嚇，都冇一點出到嚟嚇。今日能夠可以聽到咁好嘅歌，都係感謝主耶穌佢嘅恩典，係咪啊？咁咧嚟到呢度咧，我哋要認識主耶穌啊！啊，點解我哋要信耶穌呢？以下呢首歌咧就可以話俾你聽，信咗耶穌有咩好喎？咁我又好想請你哋同我哋一齊唱喎。咁呢只歌咧好好聽啊，好有動感噶，好唔好？大家企起身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可以同我打下拍子好嘛？小小羊也要回家的音乐来的，听下。你们要信耶稣，快来信耶稣，耶稣。你们要尝尝主恩典，認識咧，就由我哋個姊妹 Mandy 會話俾你聽，有好多隻歌，你哋留意下入邊啲歌詞嚇，咁你就更加明白點解我哋要信耶穌啦。主內平安，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聚會認識主耶穌。起初神創造天地，包括地上嘅一草一木，同人類都係神所創造。至於神點樣創造天地，我哋可以喺聖經裡面睇到。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以下这段经文。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请听以下这首歌《创造主》。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原本上帝创造万物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后来因为世人犯了罪，令到整个世界都变坏。究竟人的罪是怎样来？圣经里面都有讲到，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寻出许多巧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请听以下一首歌《罪》。
们脱离罪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人犯了罪，令到我们没了永生，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来到人间，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个救恩。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请听以下这首歌《基督成全救恩》。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因为人的罪令到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罪恶，悲哀的事时刻都发生，这些已经违背了上帝的本意，所以我们要信靠主耶稣，要坚定自己，接受主耶稣的救赎。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请听以下这首歌《救赎》。耶稣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真神儿女永远
究竟主耶稣是怎样来到人间，他又怎样牺牲自己去救赎这个世人，请听以下一起和我读这段经文。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请听以下这首歌《主耶稣》。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不止罪得赦免，心里面都充满平安。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请听这段这首歌《主赐平安》。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就是新造的人，也都是上帝的儿女。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请听一下这首歌《新造的人》。
感謝主耶穌的救贖，我們已經是上帝的兒女，但我們不要忘記主耶穌的大愛。請一起跟我讀這段經文，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請聽以下一首歌《忘不了主的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要彼此相爱，也要爱人如己，要做荣神益人的事，更重要是永远跟随主耶稣。请跟我读这段经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请听以下这首歌跟随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人的罪，胜过
温柔又忍耐。仰望主耶稣，听他教导，每天可圣经，每天要祈祷，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永远与主同在，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我们爱耶稣也永远不变，一生跟随我们跟随主耶稣，就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要信靠主，就应当一无挂虑。请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请听以下这首歌，应当一无挂虑。圣经讲到，我们可以藉着向天父祷告、祈求和感谢，
从而获得内心平安和应许，因为圣经就是主的话。请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请听以下这首歌《主的话》。圣经都是神说的事，告诉人学义都是有益，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书立身的人我们有了主的话在心里面，就要学习结圣灵果子。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圣灵果子呢？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请听以下一首歌《圣灵果子》。有了圣灵，我们要结圣灵果子，圣灵所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也要和平常在心中，还要忍耐良善仁慈常常在，也要心系温柔节制上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爱耶稣的心永远不会改。圣灵，我们要结圣灵果子，圣灵所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也要和平常在心中，还要忍耐良善恩慈常常在，也要心系温柔节制常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爱耶稣的心永远不会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爱耶稣的心永远不会改。有了圣灵，我们要结圣灵果子，圣灵所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也要和平常在心中，还要忍耐良善仁慈常常在，也要心系温柔节制常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家知唔知道世人嘅平安同主耶稣赐嘅平安系有啲咩唔同呢？圣经都有讲到，请大家一齐跟我读呢段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请听以下呢首歌《主的平安》。感謝主耶穌，你的平安是充滿喜樂和和平，而且還是永遠。我們要將這個好消息跟大家說，讓每個人都有真正的平安。請大家一起跟我讀這段經文。報福音傳喜訊的人，他們的腳中何等佳美。這首歌叫《大使命》，就是要將這首福音傳給大家聽。大使命
稣进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永遠不變嘅。咁你哋唱呢啲呢首歌咧，會喺你哋嗰個長巷嘅説喎。咁你哋可以拎翻屋企慢慢唱，咁啊記翻下，回憶下今晚嘅晚嘅嘅我哋嘅歌啦，係咪？咁我哋依家呢個時間咧，就交俾黎牧師啦。咁你哋都要靜心聽噃。各位朋友，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咧，我再一次代表主愛堂歡迎你哋每一個今晚嚟到呢一個嘅懷舊金曲嘅分享會嚇。啊，唔知道咧，大家剛才去聽呢啲懷舊金曲嘅時候咧，除咗我覺得非常嘅悦耳動聽之外，我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個感動非常大，因為咧，我唔係淨係聽緊呢一啲嘅歌聲，而係睇到嘅歌詞裏邊咧，一路一路嘅去激動我嚇，睇到耶穌點樣愛我哋，點樣喺整個嘅每首歌曲裏邊咧，都貫穿咗從神嘅創造，耶穌點解嚟到呢個世界，點樣為我哋犧牲而得著呢個平安同埋喜樂。嗱，唔知道大家聽嘅時候會唔會有呢種嘅感動？但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歌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还是我们只是听一听啊，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些乐曲呢？这个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大家我们今晚来这个的布道会里面，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是因为有懷舊金曲這個名字呢是吸引你們，因為呢剛才所唱的歌曲呢都是我們的年代，都是我們很熟悉的歌曲。為什麼人都很喜歡去懷緬過去呢？當然對於一些我們以前經歷的很美好的生活片段，我們都很值得去細微去回想的。所以呢，我們很多時候會聽到上一輩經常說想當年，因為我們也都在家裏面擺放了很多舊時的照片，我們時不時會聽回以前我們時代的歌曲。但是我又想到懷緬過去呢，可能也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說我們會覺得現時的境況呢是比以前更差，人就很自然想 回到以前的日子。如果大家一路有留意新聞的時候，我們會知道好像現在歐洲的國民，我相信他們都很想回到一年前那種的生活狀態。因為如果現在沒有這個俄烏戰爭，他們的生活應該都是還是很舒適很富裕的，但是因為這場戰爭也都牽連了帶來他們自己國家能源短缺、高通脹、經濟大跌，就連冬天都沒有暖氣，所以可謂叫苦連天。相信這些歐洲人他們未必會想到，哇，我們是西方的發達國家，我們以前是非常的和平穩定的，那為什麼會今天要捱這些苦呢？當我們在北美城市生活，我們雖然我們相對是比較穩定和和平，但是過去這兩年多，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生活都是受到疫症的影響，人都是每天活在一種惶恐不安之中。我們成日最敏感是什麼？說今天那個的感染數字有多少，說死亡人數有多少。我們真的不敢出街，出了街走出去大統華買菜都好，我們都擔心頭先會不會有感染呢？很多時候在這兩年多，我們失去了自由，我們失去了社交的生活，爺爺嫲嫲不能夠看孫，這種鬱悶的心情是很難受的。終於捱過了兩年多了，今天病毒開始減弱了，政府的防疫措施也都全部解除，好像危機終於過去了，生活終於可以回復正常了。是不是就是這樣呢？很多時候現實並不是我們所預期的。當疫症好像過去了，今天我們又要面對
高油价、高通胀，迟啲又加息、高利息，甚至乎好可能会发生世界大战，或者最可怕嘅核战。事实上，圣经都话俾我哋听，真系嘅，人系冇办法预测咧祸患系几时嚟临嘅，人亦都冇能力去抵抗。正如医学又好，科学又好，系唔足以让到我哋去战胜呢个小小嘅病毒。所以喺呢个时候，人系最需要乜嘢咧？嗱，唔知大家头先听呢啲诗歌嘅时候，有冇留意有一两首诗歌系特别系讲到关于平安。一首是主赐平安，另一首是主的平安。平安是对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但现实当中什么才能够给我们有安稳平安呢？可能有很多人他说我会选择去居住一些是最和平最安稳的地方，不过哪里是最安稳？我们知道世上无乐土，就连我们加拿大咁安全。上个月喺东部有几个省就遇到呢个台风嘅吹袭，引嚟好多洪水，好多房屋就咁吹塌，冲咗落海。加拿大一个福地啊，都会有经历呢啲嘅台风嘅呢个风灾。所以让我睇到咧，其实人真正嘅平安唔系在乎于我哋住喺边一度，唔系在乎于我系哋身处喺一个咩嘅环境里边。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2021年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时候，我就听过一个刚刚知道原来自己染了疫症的老人家说，他说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治疗的药物，而且死亡率是很高，他心里面很不安心，于是他即时将所有的财产分配好，将他的身后事安排交代清楚，他才入医院。所以你会看到他心里面有几咁惧怕，有几咁不安。我又可能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四处都没有平安，常常我们都听到有祸患、有战争、有天灾。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我以下所讲的一个原因，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罪恶，有罪恶就会带来破坏，大致的是战争、饥荒、瘟疫，小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的伤害。并且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人心里面有罪恶，自然我们的良心就会不安，罪的重担使到我们失去了应该有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当然罪亦都会带人给人有最终的审判和永死的结局。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能够有所依靠。但是人为什么总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呢？为什么人我们总是内心里面都是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愁烦，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的硬是有一种很郁结的心情。原因人找不到平安的源头，因为人找不到平安的源头，亦都不认识到这位赐平安的神。很多时候人以为金钱、财富、知识、学问、权力、地位就可以解决到他们人生一切的问题，亦都会带给人有安全感的。我都知道，就连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美国总统也好，很多国家的元首、有权势、有财富的人同样都要感染这个病毒。我们都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也都很多名人是死去。所以不是在乎你有多大权力、有多大财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会有忧虑不安的。
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平安，首先有两首平安诗歌已经给我们的答案。主的平安，主赐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从耶稣而来，亦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当我们仍然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仍然被因为罪将我们的心里面的喜乐平安夺走的时候，在2000多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人世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到从世人当中在罪里面的捆锁，让我们得到释放，拯救过来。他用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并且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非常重要，代表了什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耶稣的死，很多人都会死，但是耶稣的复活却是证明了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可以从罪的捆绑当中可以得到释放，我们有自由了，我再有这种心里面的平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就算不是基督徒都好，他都会知道12月25号是圣诞节。圣诞节之前的一晚是叫什么？平安夜。平安夜，所以我们都会听过知道有一首很广为人知的诗歌叫平安夜。不过平安夜不是因为这首诗歌叫做平安夜，因为圣经当中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早已在公元之前700多年已经预言到有一位和平之君，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将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带来给人类拯救和平安。而且耶稣是赐人平安的主，所以耶稣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为什么耶稣他所赐的平安和我们世人所去寻找的平安有不同？因为耶稣他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唯一独一的真神，他就是一位永恒的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短暂，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找到平安，但是很快就会失去。但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会失去，是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在生活里面真实的去经历得到。因为耶稣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所以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都不会失去，不是短暂。我自己做了牧师都很多年，自然我接触到不少的人，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是非基督徒都好。我以前是出入医院，也都帮助很多人去主持丧礼，所以我以前在香港3间的殡仪馆的职员我都熟悉，打个电话就立刻可以约到。这个给我体会到什么呢？其实给我很深的体会到，原来人生命当中的脆弱，那种无常，人在病患当中那种无助，那种绝望，我真的接触到很多这些病人。有人一向身体很健康，忽然之间就说有癌症，有很多家庭维系了很多年，突然间婚姻就破裂，有人面对到不到一些眼前的困境，终日惶恐不安。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我们预料不到的祸患和困难。有一次有个姊妹就跟我说，说牧师，我妈妈得到癌症，医生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开刀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不是普通的手术，这个手术是非常的危险，
而且成功率是很低。如果在手术过程当中不成功的话，是可能会死的。他就问我，牧师，这个手术应该做定不应该做？当然我没有一个给他能够的答案，我只是跟他说，我没有一个答案给到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祈祷，将整个的妈妈的事情我们交托给神。于是我们两个就一起祈祷了。在祈祷完之后，我和这位姊妹心里面都很释放，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很平安的一种经历，那种感觉。之后我和她交谈，我问她，你妈妈信了主未？原来未信主的时候，于是我就去探她妈妈。当我去到医院第一眼见到她妈妈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人是很惧怕，很不安。但是突然间她知道有牧师来探她，她又没有抗拒，我反而觉得她好像出现了一丝的希望一样。于是我就跟她传福音，我鼓励她相信耶稣，我告诉她，无论今次你的手术成功与否都好，有上帝有耶稣与你同在，你会经历到祂赐给你的平安。估不到祂立刻就做了一个决定，祂跟我说，牧师，我愿意信耶稣，因为我很想有平安。我就为祂祈祷，祂就信了主。最后祂始终没有接受这个手术，但是过了两星期之后，祂就离开了世界。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我再一次探他，我发觉他再没有之前那种担心，那种的害怕，还有我知道他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的平静和安详。是什么改变了他？因为他经历了神所赐给他的平安。这个不是因为外在的情况好与坏，做或者不做这个手术，而是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他不需要惧怕，再不担心，因为他经历到有主的同在。他知道将来那天他离开了世界，他能够有这个永生，所以他心里面就很安稳。这种安稳很重要。我们知道台风的威力很大，但是台风的风眼当中是最平静，无论外围的风力有几咁猛，破坏力有几咁大，如果人在这个风眼的当中，在中心里面是不会受到影响，是会非常的平静，龙卷风都一样。这个就是说，不是在乎在我们外在经历，我们外在环境里面纵然好像风暴一样，但是我们却是可以得到神给我们赐的平安。或者可能有些人不相信，哪有这种平安呢？因为人都习惯了很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手段或者财富，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几咁广，我后台几咁强，人都会立时会看这些的东西。但是在人生的大风浪当中，可能这些一切我们以为可以掌握的东西是毫无用处。即使有时人的方法是一时凑效也好，但是却是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长远的真正的平安。就好像有两个人，他们一起跌了落在一个很喘急流的一个河流当中。当然跌了下去的时候，在危急当中，两个人都拼命地去找一些身边可以的东西可以救到他们。第一个人，他见到一个很大的树干这样漂浮过来，他就立刻地抓住这个树干，但是最终他却是失去生命。而第二个人，他找一下找一下，他只是找到一条绳，但是他就却是存活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个人所找的是一个浮木，
佢只能夠喺呢個湍急嘅河流當中去漂浮，直到去呢個嘅下流呢、這個瀑布邊緣。所以呢個人始終都係會浸死。原來第二個人所找緊呢條繩嘅繩嘅另一端係綁喺一棵大樹上邊，即係換句話說，佢真正所找緊嘅係嗰棵大樹。雖然你會睇到兩個人都係找緊，都係樹幹，但係其中嗰個係一個漂浮嘅樹幹，根本唔可以有依靠，根本唔能夠可以救到佢。只有找緊嗰棵穩固嘅大樹，即係話藉住呢條繩係連係住，只係能夠將佢帶回上岸上邊，唔會被沖走。但今日我哋每一個，我哋都會身處喺呢個世界嘅洪流中，我哋都會有機會遇到急難。但喺呢啲急難當中，你會找住啲乜嘢咧？你今日所找緊嘅係咪真係咁可靠嘅咧？嗱，我哋中國人好懂得居安思危。今日風暴嚟嘅時候，我哋識得點樣去投資避險，我哋點樣去保住佢財富。有啲人有病有困難嘅時候，佢會求神問卜，希望可以消災解難。亦都有啲人希望藉著宗教，可以喺亂世當中找到心靈嗰種嘅平靜。但我今日要同大家去分享，我要同大家去講，呢位主耶穌先係我哋人生當中永遠嘅根基穩固的大樹。耶穌基督就好像這一條繩，藉著這個耶穌基督將我們帶回到神那裡。如果我們願意相信耶穌，就算在幾咁困難的環境當中，我們都會得到拯救。在一個動盪的人生裡面，才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平安。因為平安不是一種感覺，哎呀，我覺得感覺上很平安，我就真的平安。平安是應該是建基於一種穩固的倚靠，你才會覺得平安。就好像一個小孩子，他拖著父親的手的時候，這個小孩子什麼都不用理，因為知道有爸爸在身邊就會保護他，他不怕任何事，他什麼都不需要想。为什么他不怕？因为他知道有爸爸在身边，他有依靠。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有上帝的同在，这一种是对我们来说一种很确信的安全感。哪里有神，就哪里有平安。就好像我剛才跟大家去分享的這個癌症的媽媽一樣。剛才 BC 歌評團已經透過詩歌很清楚去告訴我們，這個世界誰創造，耶穌是誰，神為什麼這麼愛我們，怎樣去為我們捨棄生命，怎樣去承擔我們的罪，寫十字架。但最重要的就是說，神要賜給我們有赦罪的恩典和永恆的生命。各位朋友，神真的很愛我們每一個人。神不單止要將永生賜給我們，亦都要將真正的平安賜給我們，讓我們在今天，在亂世當中，在困境裏面，我們能夠得到這份依靠。但我亦都很想告訴大家，要真正得到這份平安，得到這份永生的恩典，我們有三樣事情必須要做。第一樣就是我們必須要在上帝面前去承認我們自己是一個罪人，我们求上帝去赦免我们过去的罪，我们同神去恢复这个关系。第二样就是说，我们相信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都信嘅，我信呢样，信嗰样。但系相信唔够，仲要第三样系接受。我哋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哋生命嘅主，拯救嘅主。所以我哋要去承认我哋嘅罪，我哋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哋而死。我们亦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拯救的主，生命的主。各位亲友，假若你今天来到，你还未去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在今天的晚上，我很想跟你们作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邀请。各位朋友，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们能够来到听这个报道的信息，也都可以说今天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如果你都希望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如果你人生当中有希望得到有所依靠的话，我很鼓励你用信心去相信这位这么爱我们的神。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抉择，就是说你相信接受祂成为你的救主，让神一生的带领你，保护你，去帮助你。如果你愿意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好想你在座位当中去举一举手，作一个表示。好，感谢神。神是不会勉强我们相信祂，但是祂很想我们相信祂，祂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呼唤我们去相信祂，因为祂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祂很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份这么宝贵的爱和礼物。各位朋友，如果你一刻里面，你心里面有一种的感动，有一种好像催逼的时候，我请你不要犹豫，找紧这个机会。当你去做这个抉择，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会带来给你人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给你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你可以举一举手去表示你愿意去相信祂。我刚才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晚会，可能你在人生当中第一次踏足进入教会，或者你听到一个关于福音的信息，但是无论从诗歌的歌词的内容也好，刚才的分享也好，如果今天你有这种的感动，很希望得到这份的爱，这份的平安的时候，找紧机会做一个表示，做一个抉择。好，我最后再问多一次，有没有朋友想举手表示相信耶稣？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愿意的话，就不要单单将这种的想法，这种愿意只是放在心里面。刚才我说了，要相信也都要接受。当我们如果真的说，我心里面相信就可以了，但是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这份感动的时候，请你走紧今晚这个好好的机会。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定是有所改变。还有没有朋友是很想表示相信耶稣基督？或者大家在这一刻里面未必立时可以作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也好，或者你很想在心里面只是做这个决定也好，刚才有人举手去表示相信，我会为他带领他做一个祈祷。如果你心里面都有想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请你亦都可以在你心里面跟我一起做这个祈祷。当我去讲一句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面去向神去做这个表示，神亦都会知道，好吗？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上帝，我很需要你，我亦都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在人生当中我失去喜乐，失去平安，我知道罪的缘故令到我很多时候没有真正的平安，我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在这刻里面，我愿意将我心打开，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祂成为我的救主。我求耶稣基督赐给我有永生，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求主进入我的心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赐给我有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那咁咧，可能我哋一阵间这个聚会完结咗之后，如果你心里面仍然都有一啲嘅难题，或者系对于我哋嘅信仰有啲疑问嘅时候，我好欢迎大家，我哋下低祷父度已经有一啲嘅茶点，我哋咧可以落到去下低一齐，我哋有弟兄姊妹好想同你哋有一啲嘅倾谈，有一啲嘅可能咧你有一啲嘅疑问被解通嘅时候，你就可以作呢个决定。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完咗聚会咧，都唔会太夜啫。今晚吓，咁我哋可以留步，好唔好啊？咁咧就好多谢每一位嚟嘅来宾。我哋最后有一个祈祷，同埋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啊！我哋亲爱天父，我哋好感谢你俾我哋今晚有一个咁美好嘅聚会。透过呢啲嘅诗歌，你将上帝爱我哋嘅信息、福音能够好整全嘅，系喺我哋当中，让我哋去明白。我哋求圣灵继续喺我哋众人心里边去激励我哋。我哋基督徒信咗主嘅，我哋就更加努力去传福音，去爱我哋身边未信主嘅人。假若我哋当中有未信主嘅，我哋求圣灵、求神喺佢哋心里边继续去经历主嘅爱，让他们一天都能够去相信你，去接受你。我们都求主去赐福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的来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都蒙主的赐福，赐给我们众人都有平安。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每一个永远的同在，特别与我们每一个的朋友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咁我哋咧，呢个聚会就喺呢度结束。咁咧就我哋可以喺后边或者前边有两对门咧，都可以落到我哋嘅土库吓。咁请大家都留步，同我哋咧一齐嘅分享。